少爷，冲喜成不成，就看二少爷能不能熬过今晚。是他，他不是那天救我的人吗？兰儿，安城，安城，今日也是你大婚，你不应该在这儿。可是你才是我想要娶的人，你才是我穆安城今生最爱的人。我穆安城今生今世只爱叶青兰一人，天地可敬，此生不悔。那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你的弟媳，你应该把之前的一切都忘了，跟姐姐好好过日子。不，我做不到，我永远都忘不了你。安城，你冷静点，你弟弟就在你面前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可是你跟他连堂都没有办，你只不过是穆家一个冲喜的物件，你在穆家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。倘若他活不过今晚，你是要陪葬的。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要等他醒来。即使他醒过来又怎么样？他对你没有感情，也不会善待于你的。青兰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走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安城，安城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还不放手，成何体统？青兰，这个狐狸精竟敢在我的洞房花烛夜勾引我的丈夫，我没有，没有，当场被抓你还敢狡辩？从小到大你都嫉妒我是大房嫡女，处处处心积虑想压我一头，今日我们一同嫁入穆家，你见二少爷病危就想勾引大少爷，你好毒的心啊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是姐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勾引别人丈夫，你还如此理直气壮？娘，您要替儿媳做主啊！如今二少爷还未过世，叶青兰连下家都找好了，这是巴不得二少爷早死呢。你娘，敢住我儿子！求你转起，娘，别打了，娘！你敢住我儿子？别打了，我没打过娘。安城，我们的缘分已尽。自从我失去了清白之身，我便再也配不上你了。而且二少爷那晚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叶青兰。你不认识？可在那晚之后，他就昏迷不醒了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，我一定要等他醒过来。怎么会有这味药？这味药单独无害，可跟这些药混在一起就会产生毒性，虽然量很少，但长期服用也会要人命。难道有人想害二少爷？
熬好了吗？熬好了。之夏，这些药是谁给二少爷开的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我们江城首屈一指的名医李大夫了。那我问你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二少爷的外伤都好得差不多了，为什么不但醒不过来，病情反而加重了呢？我哪知道，我就是个熬药的。还有，如果二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也是被你克的。保住了，但是有人居心叵测，要是不揪出来，恐怕二少爷还是会有性命之忧。说，你为什么要毒害二少爷？是你要害我儿子？没有没有，二少奶奶真是何意？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我都不认识你，我如何指使你行凶？出嫁前你重金求我，说不愿意一辈子守着这活死人，不是想让二少爷永远醒不过来吗？即使你还说眼下时机正好，赶紧送二少爷归西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如果真的要害二少爷，我刚刚为什么又要把他救活？好啊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这是想让我当替死鬼，你当救世活佛是吗？大家快来看看他这个女人的蛇蝎心肠啊！大家快来看看，怎么能有他这种人呢？不是我做的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绑走。是，绑在院子里。走，不是我做的，不要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恶毒。不是我做的，我是被陷害的，你相信我。刚刚嫁进家门就要害死相公，我真冤枉他，我真的没有，我还冤枉你不成？我倒要让一二爷爷看看，教不好的女儿，我们穆家带她好好教她女儿为人妻、为人女应该做的本分。娘，求求你不要惊扰我爹，我爹身体不好，经不起刺激，我求求你了。滚！还不把他带走！赶紧拖走！不要欺扰我爹！穆夫人，穆夫人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了小女吧。她自小心地善良，万万不会做出那种事的。难道我们堂堂穆家还诬陷她不成？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容不得你袒护。不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求你先放了他。小女现在这身子骨万般经不住这么折腾啊，穆夫人，求求你了。二叔，这就是你们二房求人的态度？兰儿嫁给二少爷才未被人发现婚前事实，不然恐怕这辈子都没有人愿意娶她。念某跪求穆夫人。爹，不要！没想到你们二房也有今天。叶青兰真是命运弄人，同是叶家女儿嫁入穆家，可你嫁的是那个马上要咽气的二少爷，而我却成了穆家的大少奶奶。从今以后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比。住手！大少爷，快把我爹带走！放手！娘，你
秋日兰儿，我还不放手。娘，二弟毕竟没有真的出事，而且叶穆两家在江城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生意来往密切，如今又结成了姻亲，应该大事化小，互相帮衬，不应该让外人看笑话才是啊。啊，之前穆家找我协商合作药材生意，我也让出全部利润，求您了，穆夫人。江二少奶奶，放下吧。兰儿，谢谢，谢谢穆夫人。兰儿，闺女，我爹呢？二老爷已经回府了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孩子？帽子扣到安城头上，安城说了，他跟你什么都没有做，这孩子不是安城的。继续灌药，必须把这孽种打掉，再将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进猪笼。阿城，我是被害的，给我。住手！安和，娘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不好好休息？来这儿做什么呀？青兰，青兰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二少爷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是真心相爱的，只是婚前我一时没把持住，才让青兰受了委屈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对青兰，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青兰。穆安和的孩子，没想到我受伤昏迷这段时间，家里帮我和你结了这门亲事。我保证，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。
为什么就我这么一个残花败柳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什么残花败柳。我是配不上你的。发生那件事以后，我本想一死了之，但我爹听说你已昏迷不醒，不会发现我已失去清白，所以帮我结了这门亲事，让我在穆家一人求全。你别担心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以后大家就不会为难你了。不，这个孩子我不能留，我无法接受我怀了强奸犯的孩子，我接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。青兰，我接受不了。青兰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孩子是无辜的呀，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狠心，你当时就不会下意识反抗来保护孩子了，对吗？辛苦扰，我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痛苦，相信我。我想知道那个畜生究竟是谁。我好像是受到迷药影响，我好多记忆都十分模糊，但我记得我好像在昏迷前见到了你。那天晚上站住，这是我婆娘，少管闲事。你，叶青兰，你们认识？青兰，青兰，我把你送去了客栈，可你却一直昏迷着。我就想着给你找个大夫，没想到在路上，不知被谁砸晕了。之后，我就一直昏迷到了今日才醒。那，你之前就认识我？我说，我曾对你一见钟情，你信吗？竟然敢串通李大夫，诬陷叶青兰！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再说，当时叶青兰已经知道药里有毒了，如果不提前让李大夫反咬一口，那大少爷也难逃干系。我这样做，不也是在保护大少爷吗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擅作主张。那我刚才偷听到叶青兰和二少爷的对话，你也不想知道了？他们说了什么？有没有提到关于孩子的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叶青兰肚子里的孩子果然是二少爷的，他们俩之前就有过一夜情缘。你确定
当然。我亲耳听到的还有假，二少爷还发誓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呢。原来我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。但是这孩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呀，毕竟那天晚上你都知道些什么。叶芊芊过门之前，你计划迷奸叶青兰，再装作救世主英雄救美，这样叶青兰就不得不委身嫁给你做姨太，你就可以同时掌控叶家两房小姐，顺道拿到叶家两房财产。只不过二少爷打破了你的计划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就应该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我可是你的人，我怎么会背叛你呢？不过现在二少爷醒了，人家夫妻二人恩恩爱爱，再诞下子嗣，那穆家岂不是注定要落入二少爷手中？所以这个孩子不能留。兰儿，这个孩子真的是安和的吗？是真的，既然我已经嫁给了他，我只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我们不要再私下见面了。这是你以前送我的，还给你。从此以后我们就只是叔嫂关系。兰儿，你一定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你放开！真不要脸，你还敢勾引我丈夫？打死你个脚踩两条船的狐狸精！你不能打他，他还在怀着孕，你快放开！我打的就是他的孩子！放手！能保护好你们，他还在怀着孕，你快放开！打的就是他的孩子。叶芊芊，你对我百般刁难就算了，想不到你连无辜的孩子都不放。没了也好，这样我就可以专心找那个对我施暴的人。那晚我虽被迷晕，但我依稀记得那个对我施暴的人后腰上有一个十字疤痕。您身体还未痊愈，却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。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，好好照顾他们。您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你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一定赴汤蹈火。日后你还是留在叶青青身边，继续盯着她。你可知道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奴婢知道，她婚后还在偷偷的往外带财物给她的相好。叶青青，你等着，我会为死去的孩子向你报仇的。青青，我好想你。表哥，你小心点儿，别被人看见了。
我手头紧，只有这些了，你省着点花啊。啊，好，你快去。是。精彩，真精彩！姐姐对外人出手好大方啊。叶青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请大家看场好戏。快，把那男人抓住！快抓住他，不要再跑了！站住！你跑！娘，我刚从娘家回来，却正巧碰见姐姐与外男私会的一幕。私会外男？叶青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夫人，没抓着，让男人给跑掉了。叶青兰，你竟敢诬陷我！我诬陷你？刚刚你正要把府里的财物偷拿出来给那个男人，这就是证据。青青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我只是手头紧，拿这些出去变卖点钱财。我没有私会万难。安城，安城，你信我呀，安城，我没有私会万难，我没有。大少奶奶，私会万难，私自挪用府内财款。加法处置。是是。叶青青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叶青兰，你别得意，总有一天你会比我更惨。想是叶青兰以为是叶青青害的刘禅才下这种狠手，这个叶青青啊，可真是一个好挡箭牌啊！哼，没想到这孩子除得这么顺利。穆安城，你个衣冠禽兽！安和去临县打听那个畜生的消息，说是今日便会回来，可都这么晚了。怎么还不见人呢？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他们眼里只有你，他们一心培养你来继承家业，而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他们的重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先我一步诞下子嗣，提前继承家业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只是穆家的养子。如今你们穆家大半的财产，都是我们苏家的。我爹为了救你爹，连命都搭上了。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这么对我，那我就要把原本属于我的一切都夺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从哪儿知道这些消息，我只知道爹娘没有对你区别对待，甚至对你比对我更好。你就别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。不管你怎么怨恨我们，那孩子是无辜的，更何况那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。不可能。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和青兰发生关系，我是为了保护她才这么说的。是你亲手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。不可能。你骗我，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
为什么要骗你？我已经知道了，那天晚上强暴青兰的那个男人就是你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青兰依稀记得，强暴她的那个男人身上有个十字疤痕。我的好哥哥，你的身上就有那个疤痕。一开始我也不想相信是你干的，直到我找到那晚帮你的那个小混混，才敢确认是你。所以，他也知道了。我怎么可能把这么残忍的事情告诉他？他那么爱你，穆安城，你要是有点良心的话，你就亲自跟他坦白，求他原谅。否则，你别怪我不顾念手中之情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要完了？竟然敢骗我！你不是说那孩子是穆安和的吗？你现在打死我也没有用了，赶紧想办法补救吧。